豪杰之士，皆避过人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乃匹夫见勇。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方称天下大勇者。世子无惊，无怒。无惊，无怒。薛忍如此咄咄逼人，可未必不是外强中干。谢飞与我做了这么多准备。 事情一定产生了改变，只要冷静下来，定能寻到办法。公主殿下，臣女若未记错，准许燕翎举行冠礼的旨意也是圣上所下，既都是圣旨，总该有个先来后到。殿下认为呢？不错，皇兄有命，燕翎当安稳加官，国公还请你高抬贵手，莫要扰乱冠礼。 王兄说的不错，父亲，奉旨办事不必急于一时。今日都给我搜仔细些，国公有令，一切可疑书信或是印章一类的物件，都不可放过。是。 少师能答应为燕翎加官，实在是燕翎之幸，也是燕家之喜。燕翎，你去我的书房，将案上的冠礼仪程书拿来，给谢少师一观。啊，好。哎，侯爷，没事吧？ 今日风起云涌，不知何时便会下雨。少师一会儿快些回去，此事就拜托少师了。好。 你怎么还没回去？原是要走了，走之前还想问问先生，燕家后续之事该要如何？谢武威那边你别再插手了，有消息我会通知你。你今日出头相助燕家，多少会落在太后眼中，回去记得避其锋芒。先生放心，我知道的。只是他们如此查抄侯府，我担心会找出什么不利的证据。他们也得有这本事。 薛家自作聪明，却不知自己早已深陷局中。往日不知你心思如此敏锐，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不愧是母亲亲自教养长大，你是如何发现贵妃有孕的？本也是不知的，但今日那情形瞧着，不得不叫人多想。如今有这结果啊，那也算是功德一桩了。只怕不全是出于善心吧。 你绝不是冒险出头的性子，只怕是今日听皇后娘娘说起关于林子王选妃之事，这才影响了你吧。此一举，秦贵妃必定会记得你的恩情。若圣上知晓，也会有所加赏。不过，你就不怕得罪太后娘娘吗？有所取必有所舍，人活在这世上，哪能让每个人都看得惯自己呢？得罪便得罪呗，此般洒脱，不正是妹妹你教我的吗？你能这么想也好。 那我便提前祝你得偿所愿了，宁妹妹。今日若按他们的计划，若圣上唯一的皇嗣出事，你只怕是难逃一死。这对上薛家，你想好之后该怎么做了吗？我自有主意。你与其担心我，不如先担心担心你自己。你才是林子王亲属之人，今日又大出风头，对付你的招数。 恐怕已经在路上了。
上一次沈郎死后，国务太子沈介继位，沈介性子优柔寡断，无力对抗薛家，才让定国公一党不断做大。彼时边关战事打起，被金陵寻得可乘之机，在各地发生叛乱。谢威便是趁着那时与燕陵起兵，成了全天下的罪人。如果秦贵妃这一胎能好好保住，如果孩子顺利诞生，再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，那从今往后所发生的一切与上一次相比都将是天。怎么样，可问出什么了？奴婢按照姑娘的吩咐，去新五位衙门暗中寻访了周大人。大人说燕家的确被判了流放，年前就要动身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能确定上奏身上的人就是谢威？姑娘，此事已经十分明了，前院的长卓就是常在老爷身边伺候的，他亲口告诉奴婢，如今经理都在传，谢少师上次去侯府做暂官，只是为了帮圣上寻找兵符的下落。当年我做了皇后之后，本想让沈介下旨将燕陵救回来，可他在黄州已是下落不明，音讯全无。谢威闯宫作乱之时，不知怎的就跟燕陵混在一处了。莫非燕陵成为乱臣贼子，都是谢威一早的安排，所以他才故意让他去流放？姑娘，圣旨已下，一切已成定局，您还是想开些吧。我怎么想得开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就是为了改变这个结局。谢威，他怎么能骗我？那您去哪儿啊？我去当面问清楚。先生，不可对公义先生无礼，退下吧，别让旁人打扰我们饮茶。这是世人，他们凭什么？杀！江姑娘，今日与虎谋皮，他是一臂为虎所噬。借一半清醒梦给我，早知你对错，今生无因果，却不知哪一天雪落。你来过，用几分舍得来交换另一半值得，以为放手是回忆最好的选择，借我一缕风去看着解不开的魔，却飘散。
Xie Wei，放手！是我，宁儿，宁儿。先生，昨晚之事我不会和任何人提起的，你可以放心。昨夜之人叫宫一成，是平南王麾下的谋士，京中朝臣遇刺案、宫中玉如意案、侯爷所中毒箭、那半封密信，以及通州军营的哗变，皆是他所筹谋。此人不除，必成燕家后患，是以我才动的手。燕家流放之事，确实是我向圣上进言，兵权印信也是我上交的，但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燕家留在京中，面对的是内忧外患，根本无法彻底改变局面，唯有破而后立，才能破解此局。黄州是什么地方？先生知道吗？风沙、烈日，粮食永远不够，还要面临大越人随时侵略的危险。燕林去了那种地方，他会疯的。我知道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他若是能挺过这一关，才可以真的成为逐鹿四方的将军。若你说的都是真话，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？你不是问过我很多次，我跟永义侯府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有答案了吗？略猜到一些。猜到什么？你每逢下雪时会犯离魂之症，只有经历过生死之危的人才会患上此病。你出身谢氏，乃是一门清贵的世家子弟，哪里会经历那些？再说了，金陵偏南，从不下雪，这里面处处是蹊跷。所以呢？上次宫中发生玉如意案之时，我听你和那个小太监提起过宫一城，说明你和逆党之间必有牵扯。你身边有剑书刀琴这样的侍卫，还有吕显那样的能人，短短四年便能深得圣上信任，举手便能左右朝政，所以你的身份一定是假的。你笑什么？从入宫开始，我在观察你，你也在观察我，我们早就已经是最了解对方的人。但有个人跟我说过，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镜花水月，早晚成空。不过现在看来也未必如此，你明知谢威是假，但仍愿意相信我，这便够了。我几时说了我还信你？你发起病来连自己都能伤，让我如何信你？那下次下雪天，莫要近我的身。灵儿，我不想做下后悔之事。你放心吧，除了燕翎的事，我必离你远远的。可你要知道，如果王爷知道此事，你得死多少次？先生，我这几天真的快要吓死了，跟黄泉的事半个字都没敢提。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只要能保住我这颗脑袋，让我干什么都成。小儿与兄弟们奔向来京城找宫云先生，然后将燕家的信交给薛国公的，可是入了京之后却联系不上宫云先生，这没办法把信交给薛国公，
我们又人生地不熟的，怕贸然行动会惹出什么祸来，只好分开行动。所以啊，就由小人去打探薛国公的动向，之后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将信件交上去啊。若你所言不虚，那么信应该还在你兄弟们手上，只要你告诉他们已打探清楚薛国公动向，他们便会把信给你，是吗？姑娘问你话，那是也不是啊？是是。那就好办了，周大人，你想按照我说的让他写下信来，今夜送去白果寺，切勿打草惊蛇。不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玩意儿上面知道了，小人的命不保啊。姑娘，要不你还是回避一下。哎，姑娘，请听姑母。小心些，若有什么变故，即刻来将府寻我。哎，周大人。嗯。你之前上报给定国公那些关于燕家之事，无关痛痒，报也就报了。但这封信，不行。明白。见过先生。信呢？这么紧要的东西，自然不会带在身上了。那你来做什么？学生担心先生有话要问，一大早便赶来了。先生连杯茶都不招待吗？我看你想要的不是茶，是这交安五万两银票，还有那逆党的永绝后患吧。宁儿，你果真有本事啊。这本事也都是同先生学的，也好让先生尝尝被人蒙在鼓里的滋味。那半封信事关重大，不是你可以拿来赌气的儿戏。此番若是你计划落空了，亦或是逆党还有后招呢，见识燕家怎么办？宁儿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你都忘了是吗？我，所以我才故意让你知道的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神仙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料到，如果有万一呢？这一次是我轻率了，也是我利用了你，我向你赔罪。可是先生，有些话你也忘了。你我曾经说好要相互信任，互通有无的。上次的事情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你还想如何？学生希望先生从今往后事前有商量，事后有交代。你就不怕知道越多死得越快？我若是怕死，便不会与先生同路这么久了。答应你也可以，赶紧把信给我。其实那封信学生自己处理也行。好好好好好，我拿给你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这么胆大包天，行些阳奉阴违的事，学生明白。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那就多谢先生，学生先回去了。这个谢威，每次遇上燕家之事，反应都奇奇怪怪的。果然，当年的传闻并非是完整的真相。燕侯爷知此消息，却不曾告诉薛家。难不成害薛定妃的也有薛家之人？当年谢威燕翎杀入皇城，途径薛氏满门，若燕翎是为父亲和姑母报仇，那谢威在此事中扮演的是何角色？他人呢？放下心便走了，定是害怕先生责罚，不敢来见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
太子殿下，我娘说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不能哭的。你懂什么？外面都是叛军，他们会杀了我们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舅父从边关带来的虎头鞋。我舅父说了，能打老虎的都是英雄，殿下和我一人踩一只，这样咱们就都不怕了。娘娘，他连七岁的生辰都还未过。我儿是君，他是臣，臣为君死，天经地义。就凭尊卑有功，贵贱不等。先生，先生，这里风急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府吧。黄州可都安排好了？都安排好了。狱中的布置如何了？一切妥当。那黄潜确定动手了吗？是。回去吧。是。生变必有增援，速速找到宫仪先生。是是是。发生何事了？这是有人要劫狱的信号。今夜牢里人手不足，人要来得多的话，恐怕要出乱子。这样，姑娘，你拿着这个，沿路往回跑，找个空牢房躲起来。不管听到什么，千万别出来啊！那你呢？我肯定得先去看一眼，等乱子平了，我再来找你。好，你千万别出来啊！宁儿被掳走，他怎会卷入此事？少师大人，您知道大牢的事了。还请少师大人您恕罪，这事是怪我，怪我没能护好姑娘的周全。那歹人穷凶极恶的，我就是担心姑娘的安危，这再一不小心，这是影响了姑娘的清白，所以就一直没敢禀报给国公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只能来找您来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宁二姑娘今夜去过大牢之事，万不能向旁人透露半个字，否则我要你的命。